学，我们还借着讲第六微细无碍，今晚本意是讲的净水珠，这个珠呢多不是少啊，珠王这个珠大了不是小啊，啊，覆盖在一切香水和尚啊，我们能想象到啊，这个香水盒的庄严啊，壮观。后面两句是形容它的作用，这个珠呢，等佛眉间相。我们知道释迦牟尼佛32相之中啊，有一个白毫相啊，佛两道眉毛当中有两根白毫啊，白毫中间是空的，是透明的，盘旋在一起，就像一颗珠子一样，啊，在这个眉间，啊，这是32相之一。经上讲呢，这个清净珠王啊，大小差不多就像佛这个白毫像这么大，啊，这个珠清净光明的，外面的境界像都照在里头。这个我们懂，我们今天看到玻璃球、水晶球啊，都能把外面的境界像啊照在里头。啊，所以他说秉然显现诸佛言。这个地方特别要留意的诸。不是一尊佛的影像，而是十方三世无量无边诸佛如来那个像呢，都在这颗珠光显现之中，才显示出它的微细。经上虽然举这么一个例子，我们重要的是要能体会得到，真正的事实，一切诸佛如来的像在这个珠当中显现出来。那我们要问，一切刹土的相呢？一切众生的相呢？
前面在这个离世无碍里头说过，一毛端，一毛孔，一微尘，比不要好像小的很多很多。这里面都能够容无量无边的世界，无量无边的诸佛，无量无边的众生。清净诸王当然显现嘛，这哪里有疑惑呢？总而言之，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真正领会到宇宙啊，全宇宙，在佛法里面讲啊，净法界虚空界啊，我们现在人讲的是全宇宙是一个整体，是一个决定不能分割的整体。我们现在人常讲啊，要照顾到，要考量到啊，整体的利益。那可惜，世间人讲整体，范围不大了。最小的讲到我个人。我个人名闻利养，方方面面的利益啊，个人整体的利益。那么再大一点，我的家庭我家庭里面有不少成员每一个人利益都兼顾到更大一点呢，那你经营一个公司行号你是老板你有伙计，你有员工有些这个大企业的主持人这个公司员工可能上万甚至于几十万人的这种大公司整体的利益它是公司全体包括他所有员工，那么再扩大这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甚至于今天有至死人人，这个齐心动念呢，考虑到是全世界、整个地球的利益，不容易了但是比不上。诸佛如来比不上化身菩萨，为什么呢？他们讲的整体利益了，是整个宇宙的不是一个星球，不是一个星系全宇宙整体的利益。齐心动念呢，这样思想的这个人，我们就称他做佛陀，
称他作法身菩萨。心量跟我们真的不一样啊。我们要学习。学佛不是学别的，就是学这个。要把心量脱开啊。心地要纯净纯善啊。心地里头决定没有一个恶人。要认知，要肯定大乘经上所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个一切众生我们应该理解，包括植物，包括矿物，包括一切自然现象，因为佛讲无情的这些众生有法性，法性跟佛性是一个性，所以可以说无情众生也有佛性。它是一不是二嘛。既有佛性，皆当作佛。这个世间哪里有恶人呢？所谓恶人，不过是一时迷惑而已啊。他那个迷惑是假的，不是真的，是短暂的，不是正常的。好比一个人喝酒，酒喝多了发酒，我们都会原谅他。酒喝醉了乱说话，那由此可知，今天我们看世间人作恶之人不过是一时迷惑，他会清醒过来的，清醒过来之后他不就正常了吗？人有迷惑的时候，想想我们自己呢，我们自己没有学佛的时候，学佛功夫不得力的时候，还不是跟他一样的糊涂吗？我迷惑颠倒，希望别人能够谅解我，原谅我。别人迷惑颠倒，我怎么能够不谅解他，不原谅他呢？将心比心呐。永远记住啊，人之初性本善啊，本性是清净的，本性是纯善的所有一切不净不善，那叫习性啊，它不是它的本性啊。习性是可以改变的，本性永恒不变的总得明白这个道理，这个道理真正搞清楚搞透彻了，我们跟虚空法界一切众生相处上
到诸佛如来，下至阿鼻地狱众生，我们都能够啊，把关系处得非常好啊。我们世间一般人讲，哎，你很会做人呐。会做人的人，我们就尊称他是佛，他是菩萨。不会做人的人啊，这是六道众生呐。三途卧道众生呢，不会做人呐。怎么样才能会呢？我们是凡夫，我们迷失了本性，迷得太久了。迷得太深了，现在如何回头？那没有别的，学啊！已经觉悟的人要教，没有觉悟的人要学。觉悟的人帮助没有觉悟的人。这叫教学吗？教学不拘形式，一切时一切处。所谓生活是教育，工作是教育，应酬处事待人接物，哪一样不是教学呢？要会呀！你要把这些理事参透了，这一生当中哪有不成就的道理？不是小成就啊！做佛做菩萨，这才是真正了不起的成就。第七句讲隐显自在，这个意思说得更明显了，为染净异类隐显等殊啊，见不同故啊。染是讲六道，净是讲四圣法界，这个是一般大乘法里讲的，在华严里面讲呢，九法界都是染的，唯有一真法界是净土啊。异类跟我们不同类，人跟人是一类，天跟天是一类，天跟人不同类，畜生跟畜生是同类，畜生跟人不同类，
那么由此可知，异类也是指九法界啊，九法界里头，四圣是净，六凡是染。淫行等殊啊，等是等等，殊是不一样啊。啊，这个《大小乘经》里头都说，啊，讲到十法界，一法界行。九法界隐，啊，隐就是不见了，啊，这一个法界现前了，啊，现在说这个意思好懂，啊，现在一般家庭都有电视机。而且电视频道不止一个，至少也有六七个频道，少的多的呢，有100多个频道。我们按一个键钮，这个频道影像啊现前了。我们知道这个画面是许许多多的频道啊。我现在选择我喜欢这个频道，这个像现前了。还有许许多多的频道，我没有去按它，隐了。啊，我再想按另外一个频道，好，这个频道出现了，现前这个频道又隐了，又不见了。我们今天在电视上选择频道很自在啊，啊，没有障碍啊。在法界之中啊，也是有许许多多不同的频道啊，科学家称为不同维次的空间。以一般归纳的方式来讲，啊，佛讲无量无边的世界，归纳为十法界。啊，一个法界显示出来了，另外九法界呢就不见了，你看不到了，隐了。啊，隐不是没有。它存在，只是我们见不到而已啊，所以见不同故啊。啊，我们这一生到人道来，这个六根呢，很适合人道这个环境，啊，这么一个境界使用啊。换了一个境界，我们这个六根呢，它就不起作用了。啊，比如说鬼法界，我们人跟鬼实际完全生活在一起，
人见不到鬼，鬼也见不到人，彼此不相妨碍。人见的是人法界，鬼见的是鬼法界，见不同故啊。他们生活的空间不一样嘛。他们的业力不相同吗？法界的形成，或者说不同维次空间的形成，就是这么个道理啊！我们要懂，要明了。清凉大师注解里头说得很好，隐显中啊，略不隐经啊，这一段没有隐经文，意义多故啊。境界太深太广。经文寄送里的书，随心造业不是业，一切刹土是成立。那么这个就是同出异境，人鬼杂居。同在这个时候，同在这个处所，人看的是人法界，鬼看的是鬼法界。或者说两个人在这个房间里头睡觉的时候，他做梦啊，个人做个人的梦，不相妨碍啊。各做各的梦，梦中有境界，不但彼此各个不相同啊，就是自己天天晚上做梦也不一样啊。这些都可以显示隐显无碍的事实真相。这个里头特别要注意到的，经文里头有这么一句话说：“随众啊，随心造业不是业，所感得的报土。”一切刹土是成立，这个一切刹土无量无边的世界啊，无量无边世界怎么来的？在大乘教里面很含糊的说一句没说错，阿赖耶识变现的，
我们眼前所有这些境界是不是阿赖变现的？是的，一点都不错。啊，但是谁认识？谁搞清楚了？谁搞明白了？释迦牟尼佛搞清楚，搞明白了。化身菩萨们也搞明白了，地前的菩萨虽然没有像大菩萨那么样清楚，那么样明了，他也了解少分啊。这个少分在六道里面受用无穷啊，那多分就更不必说了啊。由此可知，这个境界是不能不切入的啊。学佛不能切入境界，错了啊，错得太大了。大师在抄里头引用句子说明形状，众生造业不是也，果报也不是也，啊，插图形状是属于果报啊。弟子里的说，一切尘中所现刹，皆是本愿神通力，随其心要种种说，于虚空中现能作。大师自己有注解，这既然一尘随着自己心想啊，这个药是爱好啊，随着自己心想，种种皆作。这个就是影响自在啊，啊，影响自在。清凉说得好，在解释里面给我们举了两种，我们学习要知道错类旁通啊，所谓的是举一反三，闻一知十啊。这个是我们做学生必须要具备的条件。这两种，第一种呢，染净的影响，我们娑婆世界染了，现在是严重的染浊。无著卧室啊，啊，无是无大类啊，我们要记住啊，
五大类的根建筑啊，建筑见解，我们对于宇宙人生一切人事物产生错误的见解，我们不认识人呐！啊，哪个人是好人，哪个人是坏人？哪个人是善人，哪个人是恶人？我们能有能力分辨吗？根本就没有能力。啊，为什么没有能力呢？我们的能力被虚妄的幻实取而代之啊！啊，这个幻实就是妄想、分别、执着。想是妄想，分别也是虚妄分别，执着还是虚妄执着。我们错在这里啊，不知道回头啊。佛在经上苦口婆心劝导我们啊，我们听了没有在意，以为这不是说我的，是说他的，与我不相干，糟不糟糕呢？啊，善财童子何以一生证得无上菩提？啊，他跟我们的观念呢恰恰相反。他所听到的佛经上所说的一切，是为我说的，不是为他说的。啊，也不是为你说的。佛经上常讲直下承担啊，就是讲的这回事情啊，这叫做直下承担啊。所以什么时候你觉察到释迦牟尼佛在一切经上通通讲的是我，通通为我所讲的啊，那恭喜你，你是释迦牟尼佛真正的学生啊。如果你要是以为佛所讲的是讲别人，不是讲我的，你不是释迦牟尼佛的学生啊。啊，你是偶尔到这个地方来旁听一下了，听了之后也是耳边风啊，充其量在你阿赖耶识里面种个佛法种子，除此之外你什么利益都得不到。啊，学佛都要会学啊，我们常讲善学啊，善就是会也。你不会学，你什么都学不到。你要会学，哦，那学的东西太丰富了。那么迎贤自在同样的一切时一切处啊，一切境界当中无疑不是啊。啊，那么染净迎贤这是一类，
第二类举的是异类淫邪。清凉大师也举了例子，如须弥山行。这个须弥山形状的世界，这一类行的时候啊，这个江河等行，就通通都淫了。长刹行时，短刹则淫了，其余可以类推了。这个里头我们要懂得许许多多的世界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我们耳朵听不到的，我们的心思到不到的。这世界在哪里呢？世界就在面前。这个道理你要是参不透，我从另一方面讲个比喻。现在全世界有多少卫星广播电台你知道吗？他们所传播的这个画面影像声音遍满了虚空，一切时一切处无不遍满，你知不知道？我相信你点头，我知道。那么这些色相音声我肉眼看不见，耳朵也听不见，它存在呀，它不是不存在呀。怎么样证明它存在呢？我这里放个电视机，架个天线，频道一播，它就出现了。我这个房间放十个电视机，那哪个拐角角角上它都有啊？不是说它这个只在这个拐角有，那个拐角没有啊？通通都有啊，墙壁也障碍不住啊。异类的淫邪自在啊，没有障碍啊。我们从这个可以证明，彩色变化多端呐，都是事实真相啊。所以法哪里有定法呢？我们一个人的形状颜色在不同的角度样子就不一样了，不同的光照之下了，这个色相不一样。这种情形现在玩电脑的人太清楚了。电脑把你的像这个相片放进去了。它一按钮啊，你的形象就改变了。你会变大
会变小，会变胖，会变瘦，啊，会变奇奇怪怪的这个面孔，啊，会变化各种不同的颜色。啊，变成红色的脸，变成绿色的脸，啊，从电脑游戏里面我们就明了了，才真正懂得佛经里面讲的，形象是不一定的，没有一定的，啊，所以佛没有一定的身相，没有一定的色相，啊，没有一定的名号，啊，那么他的色号、色相、名号是如何建立的呢？随缘。这个话说得好啊，这才是真话了。随缘现象啊，啊，应现什么身，他就现什么身。为什么？随缘嘛，自己没有丝毫意思在里头，这个人就是佛，就是化身菩萨。啊，我们做不了佛。做不了菩萨，我们在一切时一切处都有自己的意识在，这个很糟糕啊！有自己的意识在啊，跟诸位说，这叫思啊，啊，这叫我执啊。这世间人家这叫有心呐，啊，有个什么心呢？妄心。佛菩萨没有妄心，无心，无妄心，无妄心，他有真心呐。啊，我们有妄心啊，真心隐了。隐心自在嘛，真心隐了，啊，妄心显了，就这么回事情啊。啊，由此可知，佛菩萨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现在又发现了一个。佛菩萨与一切法没有丝毫意识在，啊，有丝毫意识夹杂在里面，就变成凡夫了。啊，实在讲，说穿了一回事情。世尊在这个《十善业道经》上不是给我们说吗？不容毫分不善夹杂，啊，有一点点意思在里头，那是不善，那是夹杂，啊，我们要怎样学？学到什么呢？在生活上，啊，穿衣吃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不夹杂一点意识在，
你就是佛了。六祖慧能大师跟永嘉的谈话就说了这个意思啊。你看六祖问啊，问永嘉，你还有分别吗？啊，永嘉的答复，分别亦非一啊。这意思是永嘉问我有分别，我也有执着，但是我的分别，我的执着，没有一丝毫自己意识夹杂在里头。六祖点头啊，给他证明啊，对了。六祖说：“你如是，我也如是啊。”这是什么境界呢？化身菩萨的境界，诸佛如来的境界。入这个境界，这个人就是化身菩萨，这个人就是诸佛如来。我们要在这里用功，在这里学习啊。那么分别是以众生之分别而分别，不是我，我没有意思啊。这个东西递出来，人家问你这什么？这毛巾啊。你看，我说毛巾，这分别，我执着，这是毛巾，啊，我执着。其实我没有分别，也没执着，你们叫它做毛巾。我随顺你们的分别而分别，随顺你们的执着而执着，我自己确确实实没有一丝毫的分别执着。这是菩萨示现在世间，跟我们凡人不一样。凡人是真的分别，真的执着，那你造业。你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无不是业啊！佛菩萨应化在这个世间呢，言语造作是无量功德了，不一样啊！啊，那么佛跟众生最明显的差别，众生有得失。有自私自利，佛菩萨没有。佛菩萨没有得失，啊，有很好，没有也很好。有，并不是很喜欢，啊，决定没有贪心；没有，决定不会有烦恼。他的心永远是平等的，永远是清净的。这是受用啊，享受啊，跟凡夫不一样啊。啊，真正学佛人要在这个地方用功夫，要在这个地方学习啊，知道啊，整个宇宙是一体啊，一切众生，华严经上讲的是自己呀，不是别人呐。啊，我用比喻说这桩事情。啊，虚空法界就好比我们这个身体，全身，一切众生是什么？是我们身上的汗毛啊，是我们身上的细胞啊。不是别的呀，我身上的汗毛，我身上细胞，我怎么会不爱惜它呢？啊，我怎么会不照顾它呢？哪有这个道理呢？
这个细胞这一块地方不正常了，局部麻木了，不正常了，不正常就它造恶业嘛，我要帮它恢复啊，不能说是把它割掉不要了，这不可以的啊，这割不掉的。你要认为动一点外科手术这问题解决了，错误，解决不了啊，永远解决不了，要帮他恢复正常才是真正解决问题啊，这个道理很深啊，但是并不是我们没办法理解。总而言之，要很细心，微迷观察，我们才渐渐能够体会，能够切入。